这种产业，它是源自中国的一个造纸技术。那日据时代呢，日本人把这个技术提出来，给它带完。它那是经过蔡伦造纸，已经经过了很长的一个路程，很长的一个时间演化，到普里来再生根。全部中华民国的手工纸，就是在普里。炸浆机里面需要2-3个小时的时间。分解这个树皮的纤维，师傅会进行出水、蒸后、修饰、放线、起帘、复帘，过6-8个小时，它是慢慢的、渐进式的加压，把里面的水分把它处理掉。温度都是保持在90-100度的高温。那我们是利用水蒸气间接加热，把纸张烘干。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指标性的一个产品，它应该是凭个人化的一个需求下去生产。职业文化试管，但我不属于个人工，找纸最困难。可能你写个一片天台，写个日本去，写个韩国去，又写个台湾台湾去，一个进来发现自己的东西最好。观光的东西，它一定要有这种产业，它继续活下去的那种面貌，那种味道，那种节奏，那种声音，这样的意义。有时候是自己认得很重要，但是整体的社会上来讲，也不会认得说你一点是最重要。我们在讲啊，这个纸张做出去贩卖，也不是说只有说很单纯的一个商业行为。最起码我们在台湾生产的很多纸张，我们有用观念，也没有用观念下去生产。第一个，它创作不出来它所要的那些效果；第二个，它没有办法保存。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生产自己的纸张，能够对得起别人，能够对得起自己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这张纸的完成是集合很多人的一个心血，造纸的人是隐形人。隐形人没有价值，我把你的名字呈现出来。那这种手工的很重要，刚才强调手做的，这个不能埋没那些师傅，因为一生都是在这个纤维堆里面，在那里打滚。年纪最大的76岁，76岁耶。人家跟我的同学开玩笑，6岁还敢表扬那个模范老板，比赛，后摆吼，咱我做个76岁，再退休来。